丹姐自己亲自推开这扇门。这扇门后面一定藏了很多人，这些人应该都是我叫得上名字的人。对，应该是你这个男的。他是谁？是王爷啊。啊？李爷。是王爷啊。啊你没叫醒。最后一个也太胖了。你能猜出来是谁吗？是谁呀？对对，这是红的吗？这是那下马上播的。大马尾。大马尾。这是大马尾，谢谢你们。现在得猜一会儿。这会猜到什么时候？哦，差不多行了，差不多行了。行，那我们。哎，谁呀？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